機仔啊，我覺得咧咁唔夠半分鐘。佢話唔好意思啊，我頭先唔應該叫機仔嘅，古 Sir 唔好意思、啊。做嘢嘅 group 裏邊講完啲咩啦？跟住佢俾個反應我，佢係影自己敷 mask 個樣。我每次見到你，其實我唔係諗起你個名字，我諗起嗰個劇入邊你嗰個名字。舒緩。哦，舒緩。啲嗰啲特寫，我唔知道你嗰邊特寫咩，你哋好中意。即係你明？你每一次咧，你一有咧，嗱依瓶如瓶有啲咩事咧，你就。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 Cần lực 过, 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吗？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纵怀已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被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汤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互抱。谁若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纵怀已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被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汤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平静被铺上望浮云再过路，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张开两臂的鼓舞，沾湿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来十三姐啊，你知唔知道我今日非常之緊張又興奮？你知唔知點解啊？梗係知道啦！首先歡迎曬 Music Panel 嘅觀眾先。今日我哋有 Dyson 撮合咗我哋鑽石聯城各位觀眾，古巨基
姜涛先生，耶！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啦。好，我就今日非常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唔讲你唔知啦，即系以我所知咧，古山咧系 Music Panda 嘅 number one fans 嚟嘅，系啊，佢亦都系每次咧都一定会抡晒每一集嘅，系咪？你最中意睇边集啊？啊？我谂我系比任何人都听得多嘅嗰、那个。哦，系。系啊。哎，好了，我不如正经啲讲啦，唔系应该咁讲，我哋稍后先讲呢个部分。系啦，好啊。我觉得要首先欢迎阿姜仔先。多谢多谢。我哋做到嘢啊，古山系啊，我喺天后好多 auntie 喺街成日问我咧，喂 KB 啊，你个 Music Panda 咧几时会请阿姜涛上嚟啊？跟住我话依家会夹到噶啦，系啊，所以即系 auntie 嗱，我哋做到嘢啊，系啊。系啦，真系噶，好多 auntie 问啊。多谢姜仔嘅同事咧，一定要多谢我哋嘅客户啊，大。Dyson 啊，即系因为 Dyson 先至能够即系做到今次嘅联成啊，咁啊多谢佢。你哋两位咧系几时第一次见面嘅咧？呢个阿妈有咗第二个录音，咁我哋喺录音室即系叫做真真正正有交流嘅第一次啦。咁嗰次入到录音室咧，阿姜仔咧。第一樣嘢同我傾嘅，竟然唔係要錄嘅嗰隻歌，你自己講啦，自己講啦。啊，係我細個時候好中意睇一部劇，叫《情深深雨濛濛》。你仲唔止講咁多？你講你睇咗好幾多次咁嘅？卅幾次，因為阿媽以前係咁重播，係咁睇。跟住啲親戚朋友又睇，跟住我大個又自己好奇，上 YouTube 又睇。我仲有記得佢問我咩噶？佢問我：喂，喺劇裏邊咧拍嗰啲 kiss 戲係咪真㗎？咁啊？係咩？我有問過呢啲問題咩？你有問我啊？哦，係咁啊，拍戲經驗不足啊嘛。咁我就同你講：你睇見嗰兩個嘴都擺埋一齊，咁都唔係真係咩啊？好攰喎！你哋即係你哋又喊因為。好多喊戲啊嘛，係啊，譬如細個啦，你第一次聽古詩嘅歌係邊一首歌咧？梗係入邊嘅好想好想，真係㗎，係啊，即係再之前嗰啲都冇聽過嘅。再之前冇，因為我對佢第一嘅印象就係呢部劇，跟呢部劇入邊我就聽到佢。咁你都好後生啫，我係藍天與白雲啊。咩啊 ，KD？ 你因為同我打呢只演唱會，你先至咩啫嘛？都唔係㗎，係1993年、94年嗰陣時啊。喂，你幾好記性喎！真係94年。係啊。咁到你現實中見到古 Sir 咧，同情深深嗰陣時嘅古 Sir 有咩即係落差？係喎，好落差，我覺得。唔知咧，除咗冇，真係冇落差。我而家每眼見到佢都係入邊嗰個感覺，仲係啊！其實好想你，好想親眼睇你著入邊嗰啲恤衫。我以為你好想親眼睇，跟住嗰個時候嘴一次，我記得嗰個時候咧，我喺度諗，因為我唔知係配音嘅咩，咁我就好好奇你嗰個聲係咪真係咁樣？因為你入邊嗰個聲係一係唔好厚嘅，係咯，好咩？係啊，跟住我就好想聽你真人嘅聲係點樣咁樣，係啊，咁樣。即係好嘢喎！即係姜仔，你見到佢係即係對住戲，對住啲大哥哥，即係偶像或者係即係前輩咧，你係完全係冇乜壓力嘅喎，係咪啊？即係你係好 free 咁樣走埋。喂，我想問下你咧，你喺裏邊咧，即係《情深雨濛濛》裏邊係咪咁樣噶？即係俾咗我哋會驚咯，我哋會唔敢問咯。佢可能真係當咗我係何書桓啊，因為太有親切感，見咗佢幾十次啦，已經。真係太你每一個動作，我都每一個表情，我都真係銘記於心。我即刻扮咗過嚟睇下。佢喺入邊咧，即刻望住鏡頭做一個一二三。唔係佢入邊咧，啲嗰啲特寫，我唔知你嗰邊特寫咩，你好中意。即係你明？你每一次咧，你一有咧，嗱依瓶魚瓶有啲咩事咧，你就。但我唔知點解你開頭一定要望地口，你一定要望地口喎，你一定要。跟住就過去打。你好抽得噶嘛？你真系劲啊！你真系劲啊！系啊，因为我喺里边咧，其实除咗谭正选外咧，因为我好抽得噶喺里边，即系会成日做架梁走去，即系懒系劲咁样救人噶，即系见到有啲事发生啊，咁咧你完全 get 到要做呢个反应吓，即系嗰下咧系要好多入边，系要入，你千祈唔好原本已经望紧嗰个方向，你一定要借一啲。
即係斜少少嘅。要導演 Q 五秒，你先至能夠做到嗰個突然感。好多好多，太多了。哇！你 get 到啦，已經太多啦，太多。管Sir，不如而家送多一個嚟啊！咩啊？哇！好，我想睇你做啦，一齊做啦，梗係兩邊一齊做。唔係啊，我嗱嗰邊發聲，邊部機？哎呀，我仲想配埋添。超多，佢一場打交 show 咧，佢唔係一個咁樣嘅咋，佢起圍一下，跟住咩咩嗰邊俾人打，嗰邊俾人搞，左邊又俾人搞，啱嘛啱嘛，佢哋好中意拍呢、這個，拍定一堆咧，任何嘢都可以拍。真係知啊！好啦，喂，我想話咧，其實佢哋兩位咁有火花，又合作得咁好啦，不如咧，我哋聽下佢哋唱歌先好嘛？好。听到没有？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便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都开世道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对熟悉的肩膀，情绪可乱放。当孤独了，你乐观的脸亦长留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自救，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躲开世道疯狂，你天空海阔，我任意闯，跟你乱闯，你愿走后，现实中激斗，我没有你的伴手。最难过中想起我们笑口，能待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待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抵消每滴失望，有一天相约我们走乌托邦。孩子风筝高飞，飞进记忆珍藏，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模仿一样笑，我信你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在看。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仇已情怀不再。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名还无知，却更会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被窝总可以抱紧你。爱偶像年代，会疯狂期待，最爱看颁奖礼，歌声要角逐比赛，还到最痛像高处当千秋，相信失败痛那么单纯，爱那么轻易，幼稚而可爱。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名话无知，却更会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被窝总可以抱紧你。从前全为怕考试，渴望能大个，今日我偏担起更深功课。严重前未算闯救祸，仍无悔当初，成熟最终爱玩的你，已懂得太多。妒忌你能想法事，是想法事拒绝皱眉，明明还未懂世故，还想细探无数滋味，明明无知，世界却又原谅你自欺。转眼天和地，便一板一眼约束你。假设可重遇，让今天的我轻抚你。啱啱你哋两位都拣咗对方嘅歌嚟唱啦，不如同观众解释下点解会有呢个拣呢首歌咧？我拣姜仔嘅歌咧，我都系即系搜刮晒佢之前嘅作品啦。咁我拣即系呢一只咧，系好打动我。嗱，首先因为呢只歌系你嘅，你同你朋友嘅一个故事，咁。是完全你的感情在这首歌里面。而我听到的时候呢，因为我也都引申到自己的投射，我们的朋友。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起我们的朋友。肥仔。钱国伟。因为呢，即是我们在座的幾位，包括丹兒，包括 KB， 包括我，在聽姜仔的歌單裡面，我看到這一首，看完歌詞，
我好想即系喺呢个场合，因为有晒大家都识阿肥仔嘅朋友，我想一齐听呢只歌，唱呢只歌咁样，系啊，咁啊，佢一定听到嘅，一定听到嘅，同埋你歌词里边好好有一句，即系让我代你去继续好健康、好勇敢咁样，我哋会继续做好我哋嘅 show， 唱好我哋嘅歌，咁佢知嘅，知嘅。不过即系，系咁噶啦，即系佢哋去到一个地方，可能系比呢度更加开心添啦。其实，系咪先 ？Sure， 系啊。咁其实我当初，我记得系我鼓上有介绍过呢一只俾我，咁我就一揿入去。我是按到演唱會的版本先的、我是按到演唱會的版本先，跟住我就覺得被那個背景吸引了。演唱會、你剛才有跟我說，他看演唱會的版本是、我們的後面的 LED 是整個屋村，整個屋村的、環境配合，我站在一個升起的一個、就是、仿照一個天台的一個裝置這樣。是啊是啊，跟住就觉得哇，就一嚟就被呢样嘢吸引咗咯。咁跟住就听睇翻入边嘅歌词，听翻嗰个 melody， 我唔知点解就系觉得系呢一只咯，即系好有呢个冲动想唱呢一只，因为其实都有真系点解我拣呢只，一定系有共鸣嘅一啲位咯。我觉得即系虽然我未到嗰、那个即系呢一只歌其实都系讲。以前少年時代，可能那種無知、那種懵懂的感覺，但是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入了行一段時間都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即是五年前的自己看回都覺得是哇，覺得自己現在很很沒有當初那個什麼都不懂的感覺，即你明白嗎？即入行久了總是有一種覺得哇，覺得自己冇嗰種當初嗰種天真，即係而家唔使再著住對拖鞋喺屋村跑來跑去啦，係咪？係，歌詞裏邊，係啊係啊，有冇掛住嗰陣時嘅感覺？其實有啊有啊有，因為最最單純，係咯，即係唔係話而家唔單純，即係因為而家咩都識。其實老實講咧，即係入行雖然得五年時間，但係我覺得呢五年都濃縮咗好多嘢，即係好難。很難回到那種比賽的狀態，我覺得就是那種我什麼都不理、很想做什麼都不理的感覺，就是你現在做每一件事都要去想過先咯，是的，其實有好有不好的，我覺得人大了成熟了就是要想好了，就是三思而後行嘛，所以就有好有唔好咯，唔緊要啊，姜。其實你可以得閒多啲上嚟 Music Panda 咧，你可以上嚟好 free 咁樣，即係攞翻比賽嘅感覺都得噶，啲好 free 係啊，做乜都得噶係啊。我眼中嘅姜仔咧，其實係一個大細佬，大細佬講得好聽嘅，其實啊，不如再直接啲。我認識嘅姜仔咧係一個傻佬嚟嘅，佢咧好有時咧好急住講一樣嘢，喂，我諗到啦，我諗到啊。基仔啊，我覺得咧咁唔夠半分鐘，佢話唔好意思啊，我頭先唔應該叫基仔嘅，古 Sir 唔好意思、啊，即係佢係一個其實仲仍然係好保存咗一種好單純、好可愛嘅地方。我仲有一個可以分享下嘅，我唔記得我即係又係做嘢嘅 group 裏邊講完啲咩啦。跟住佢俾個反應我，嗰、那個反應咧，即係唔係打字嘅反應，又唔係一個嗰啲貼圖，佢係影自己敷孖屎個樣子。即係其實係咯，即係我會 suggest 佢唱呢只歌，因為我覺得雖然佢入咗行都幾年啦，呢幾年亦都經歷唔少啦，咁但係其實。即嗰個底韻裏邊咧，仍然係一個好可愛嘅小朋友喺裏邊住緊嘅。咁所以我覺得唱呢只歌，或者係呢只歌由佢去演繹咧，有一種會
唱到裏面那種感動。即裏面是說緊有時候會想回轉頭，很想見回下以前的自己，無論是你說幾年前的自己，又或者甚至乎小時候真的踢著拖去跑屋邨的那個的自己，即是最無憂無慮的自己。所以我就 suggest， 那我很多謝姜仔啦，他特地學這隻歌。我其實沒什麼學的，真的一聽就就已經中了，很重，是啊，即其實你已經不是想用學的心態去聽，即你根本就是每一天聽都是一種 很享受去聽這隻歌，自然就懂了。這個問題我想彈給十三姐的，是啊，即我想問下你，其實你平時聽歌的話呢，你是會用什麼耳機聽，是你覺得是聽得最舒服的呢？我用的專製的耳機，好似專製啱曬你啊！你專製到連老公買都唔俾噶你。我反而想問一下古秀同姜，食字喎，你哋玩食字喎。你哋兩個用咩耳機？其實我想知啊，反而有啲咩介紹啊？我就其實我即係平時有用呢、這個戴森松嘅空氣淨化耳機，因為其實佢有很好嘅抗噪嘅功能啦，咁同埋佢嘅空佢都有。最大的一個我覺得其他耳機沒有，就是我覺得它空氣淨化，即是空氣淨化可以變成一個空氣淨化機，因為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特別，還有我覺得現在即香港啊，或者說其實車上面都有很多很多車樣呢，其實一定個空氣有少少污染，所以我覺得戴了之後其實聽歌之餘都可以避免到這個即這個空氣污染。是是啊，我呢在做 Music Panda，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我有一個崗位的，就是呢我首先我們有即一位專門幫我們做後期做 mixing 的啦，這樣我其實一直都有即幫手聽一聽那些後期啊 mix 的，這樣我一直呢就即對於那個聲音的追求很重要啦，因為我的崗位。咁我自從知道有呢個耳機試咗之後咧，翻唔到轉頭。即係我諗咧，即係往後每一集咧，其實大家都會聽到一個即係我用一個包括低中高音咧都非常之細膩嘅呢個耳機咧去做呢個嘅後期嘅製作。所以啊，我諗可以介紹俾多啲朋友。尤其是咧，即係中意唱歌嘅朋友咯。同埋佢個 apps 可以睇到嗰個即係所有資料咯。我 down 個 apps， 跟住佢嗰個 percentage 啊，空氣污染啊，同埋嗰個即係其實所有功能都係喺嗰個 apps 度搞。咁勁！哇，勁喎！方便喎、嗰個罩吸上去嘅係嗰個罩啊嘛，好方便其實。因為我本身以為要砌嘅，我開頭睇咧，我覺得點即係點解？我係要點樣？我要自己砌上嚟。點知其實一吸就得啦。係啊，我見人哋一塌佢就絕實咗噶啦。方便方便。哇！即係咁啱曬我哋呢啲即係蠢蠢地噶啦，即係我哋 download 嘅都識玩噶啦，係咪啊？係啊係啊。喂，咁不如咁樣啦，喂，聽完你哋兩位介紹咧，不如你哋試下帶住你哋嘅 headphone 嚟唱歌，我同阿丹兒就帶住我哋嘅 headphone 嚟聽歌啦，好嘛？梗係好啦。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没做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
有时晴朗，有时无常，一辈子的天空，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缓下步伐，再不莽撞，闷着头往前冲，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何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很专注，很幸福。辛苦，日子渺小重复，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都是幸福。我愿糊涂，背着爱的包袱，走得义无反顾，管他谁笑我执迷不悟，我很满足。足一生的脚步，在你灵魂停住，很专注，很幸福。及反复那心理，给我运气，偶约重遇你。看你面上亦动容，这双眼也朦胧，令这分钟在这生中多么重。城内人潮闹哄，你的手仍是冻，你的脸在冷风中渐红，不需说话了，将你怀内送。惊吓，这都市停了，天上星星亦点亮了，无穷年和月掠过，谁和谁还重要吗？拥抱着你，不理明日了。越过高山，越过深海，回来看你，看在我的那份勇气，及反复那心理，给我运气，纽约
同于你，看你面上亦动容，这双眼也朦胧，令这分钟在这生中多么重。城内人潮闹哄，你的手仍是冻，你的脸在冷风中渐红。不需说话了，将你怀内送。这纽约数日里，可供一生怀念。归家路里可以应在笑，两位咧喺乐坛上面都有不同的成绩啦，不如分享一下入行之后最开心的事同埋最沮丧的一件事。我最开心的事，识到我老婆咯。我都估到你讲呢个。哎呀！做坏晒规矩啊！咩事啊？啱啱啱咩嘢驅使我？唔係我講噶，啱啱邊個幫我講噶？唔係即係唔係最沮喪嘅一件事都係啊！最係啊！Bingo！ 真係好嘢喎！最開心同埋最沮喪嘅都係同一件事。我認真講啦，最開心嘅事就係可以唱歌咯，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嘅。由細個喺我細個喺屋企咧，係會攆曬啲唱片啊、錄音帶啊咁樣。到後來入行啦，我開頭入行我唔係唱歌嘅，咁但係真係好彩咯。咁叫做開始咗歌手嘅身份，一唱咗咁多年到依家。咁我好中意唱歌啦，同埋好中意做製作啦，好中意同一啲音樂人傾一啲，即係因為始終即係我唔係科班出身，咁我但係我好中意同佢哋傾偈嘅時候，我慢慢吸收，慢慢用時間去學，一邊做一邊學咁樣咯。咁所以呢樣嘢係我好開心嘅，做到能夠做到家下呢個年紀，仲可以繼續做，好開心。我最開心可能都係比較真係全民造星攞冠軍嗰下啩，嗰下，因為由細到大都冇攞過任何獎嘅，我印象中好似一個獎都冇攞過，我係點名出嚟俾人罰係最多次，通常都係啊。由細到大，我覺得獎呢啲嘢對我嚟講係冇緣嘅，真係，真係冇呢個，覺得自己好似冇呢啲命水去攞任何獎咁樣咯，因為讀書又差，咁任何嘅獎項都唔關自己事。做咩被罰呢？做壞事被罰咯，即係做即係喺學校會曳咁樣咯。總之咁啊，全民造星就都其實冇諗過真係會攞獎嘅。老實講，即係 even 嗰個時候，大家話我好有可能會攞到冠軍啊咩，其實都唔敢諗呢個感受咯，因為真係未試過，咁所以唔會去諗攞唔攞到獎咁樣。咁即係攞到嗰下係翻到屋企先至覺得哦。我人生都算即係點都好都有個獎咯，又係嗰個仲係嗰一個冠軍添咁，我就覺得嗰下係最開心咯，係啊。有啲嘢俾阿爸阿媽又驕傲下咁樣咯，係。咁喺度問下阿姜，即係啱啱即係講到即係全民造星即係冠軍啦，其實係叫做一個 overnight 咧，你就突然之間咧係即係 achieve 咗一個好大嘅 achievement， 即係 success 咗咁樣啦，即係你個人生係改變咗啊！咁你嗰一刻咧，其實你係諗緊咩？你話喂，哇，無啦啦，我贏咗，我而家真係一個明星啊！而家我出到街，呢啲人係會見到我噶啦。你有冇壓力或者係點樣咧？嗰陣時個感覺係嗰個時候又冇諗咁多嘅，因為唔知道做呢行係一個
咩感受，所以唔敢去諗話啊，我會係一個明星咁樣，因為我真係其實嗰個時候咧，大家都未算話係好有知名度嘅，即係某一部分圈子嘅人咧係知道我哋嘅啫。咁但係你話行到街上面，我都照坐地鐵同巴士嘅嗰個時候，都係為咗慳錢，係咁所以係啊。我想真的怎样呢，我觉得是应该是蒙着嘴那个时候了。嗯。攞叱咤那个奖我最喜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哎，那个知名度好不一样，开始。就真的可能啲街上面嘅人无论中唔中意你，都嗌得出你个名字。嗯。那个时候是开始觉得，哦，自己有份梦想成真的，这样都有一种压力在这里，同时之间。Okay. 是那个 moment 是开心和压力同时开始的一个瞬间，嗯，那一晚。那有没有，譬如那么，就是，有没有这个压力呢，就是令到可能会有些不开心的时候或者很沮丧的时候这样呢？最开心也是叱咤，最不开心也是叱咤。因为即係我都唔想去遮遮掩掩講啲咩，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我今年嘅一月一號係叱咤嘅一啲表現，自己都唔係好滿意啦，同埋都對自己啊，或者話對於啊嗰個時期嘅自己都好難過、好沮喪嗰個時期。我諗係我入行以嚟沮喪啦，係咯，我唔可以用傷心難過嚟形容，因為咧傷心難過咧係我朋友離開嗰陣，嗯，我個朋友離開嗰陣。咁但係你話沮喪咧，就應該係嗰個 moment 啦。咁因為嗰個 moment 係我記得我迷失了，我記得我完咗嗰晚嗰幾日咧，我未知道件事係會咁樣嘅，我未意識到件事係咁樣嘅，嗯，我就係知道唔係幾好啦。咁但系跟住咧，哇！嗰，那個即系我突然之間睇 IG 睇 Facebook， 哇！哇！嗰，那個報道係可以用海量式嚟形容，即系打開就係我啦。即系我平時去維園打波噶嘛，系啊，跑步都會。嗰段時間係可能連跑步、打波都唔敢去，即係好驚啲人望住自己嘅，真係。即係我會耷低頭咁樣，會耷低頭咁樣，即係嗰種短時間內嗰種，哇！叱咤完咗之後，大家都好似好中意你，真係唔敢望嗰個表現。我記得我嗰個時候，我係唔敢睇嘅嗰個時候。嗰一個月之後，我先敢睇。嗰一個月之後咧，我就有一日坐喺屋企，我就坐定定，個電視喺前面，我就同自己講唔得，一定要睇。咁喺嗰個 moment 咧，我一定要逼自己去客觀地去審視，我唔可以逃避呢一嚿嘢，因為我知道我一定要揾到入邊嗰個唔好嘅地方係乜嘢。哇！跟住就坐喺度睇，哇！跟住播住，哇塞！嗰，那個感覺係，即係睇嘅時候你係真係唔誇張嘅，你睇完耷低頭唔得，逼自己繼續睇，睇完啦，哇！嗰三分鐘係好漫長，完咗之後，跟住但係睇完之後就都好似過咗某一關啦。咁過咗某一關之後咧，就開始諗啦，諗點算啦。咁而家呢個 moment 就唯有係 delete 曬所有 social media， 去專注翻自己而家要做嘅嘢。咁跟住，但我都預咗係會失去好多嘢，或者話你真係今年一個 show 都冇，其實我都冇乜怨言，即係我冇所謂，因為我覺得我做咗呢咁樣嘅事情，我可以唔介意由零開始，因為我本身我嘅人生就係由零甚至負數開始。我覺得有一日嗰時候就花姐就send 一個 message 俾我，佢話你今年有演唱會，同埋你今年嚟緊有一個西九有一個表演。嗰時候我記得我喺山上面跑緊步，唔知點解跑山令自己平靜啲啊。咁所以嗰個時候咧就睇到呢個 message 就覺得OK， 即係點都要一定要令大家，即係我冇諗過有呢啲機會噶啦，再係啊。咁我就啊，既然有呢個機會，我一定要令大家知道我嘅表演可以係點樣咁樣？即係你唔好諗到咁樣。即係你其實你要一個小朋友，即係譬如即係唔好意思啊，你喺我哋即係叫係最細個啦，要承受呢啲嘢，其實係一件
唔簡單嘅事咯。係啊，咁而即係佢好成熟咁樣去處理，去咁樣去調教翻自己，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值得係俾啲獎。哦，多謝啊，係啊，唔係我唔係諗住要啲咩獎星啊，純粹真係想分享，因為我記得好似我呢半年都冇乜機會去講呢啲嘢，咁所以覺得啊，既然今晚有咁樣機會就 share 下啦，因為其實都已經過咗。過一關啊！即係雖然你年紀都細，但係你係一個 role model 嚟噶嘛。其實好多小朋友係會 look up to 你嘅。咁而佢哋譬如可能佢哋經歷一啲低潮嘅時候，佢哋都想知道點樣去面對咯。即係我覺得好深刻嘅就係你會賽後檢討啊。即係呢件事係好嘅，同埋你會覺得我一定要過咗呢一個心理嘅關口，我一定要睇翻佢先至過到。我一路避開嗰樣嘢係過唔到個心理關口，所以我覺得你好叻。多謝多謝啊！講完啦，係啊 ，Danny 啊，我想話咧，我哋即係今晚翻到去咧，都要睇翻曬咁多集 Music Panda。真噶？賽後檢討，賽後檢討啊！係啊，以我所知，亦都好多觀眾咧，譬如佢哋即係譬如真係有啲 Auntie Uncle 啊、親朋戚友，佢哋話聽完你啲歌咧，係會舒緩翻佢哋即係嗰個工作壓力啊，或者係俾翻啲能量嘅。不如我哋而家喺呢個 moment 咧，等你哋兩位唱下歌，同佢哋打打氣，俾啲能量佢哋。天氣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糟，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太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静默。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独舌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有人长留在我附近，兜兜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笨。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昂然在那些阴影笑着下光，活着无对错。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之多，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面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哭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便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如今我输得起，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哭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似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即系我细细个咧就有留意阿古 Sir 啦，去到我大大个咩细细个唔系咁得系啊，去到我大大个就有留意阿姜仔啦。我发觉你哋两位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啊，你哋估系咩嚟噶啦？两个字，男人咯，咩啊？男人，除咗唔系男人，
冇錯，就係、是、概念啦。哦，係啦，因為你哋玩咩咧？你哋都係玩概念噶嘛，係咪？即係好似古 Sir 你啦，你都亦都係就係、是、遊戲機啦、大雄啦、星戰時代同埋告別我的戀人們到而家嘅 I Really Love To Sing 啊，而家姜仔就係用唔同歌曲去做呢一個鏡中鏡啦 ，Master Class 同埋作品的説話嘅作品説話，作品的説話啱係啊。同埋都係用翻概念去出發噶嘛，即係咁，我想喺度問下兩位，即係你哋每次即係咁多諗頭咧，你哋每次去諗一個 album 咧，你哋會係向咩即係方向去諗嘅咧？即係喺 concept wise， 即係概念。古Sir先啦。我最初做嘅時候係以自己嘅興趣咯，即係你見我嗰啲由漫畫即係大雄嘅嗰批啊，是是跟住到打機啊必殺技嗰批啊。咁啊，後來即係從自己出發咧，即點講啊，會手到拿來啲咯。嗯、mm-hmm.。咁但係到咗後期咧，就開始嗰種 concept 係一種記錄嘅成分。係。咁譬如時代咯，時代最呢只碟係記錄嗰個時代嘅好多點滴。嗯。咁跟住就係、是、有一張叫《Human 我生》，咁記錄人嘅一生。由第一隻歌是出世，第十首就是離世，咁嘅一個過程，都係一啲記錄嘅心態或者一啲方式。咁到其中仲有一張對我嚟講，我自己記錄自己嘅嘢咧，就係告別我的戀人們啦。咁啊，記錄我嘅女朋友們，戀人們啦。係啊，咁即係。因為我係，咦？你笑？唔係，我就 Teddy 都喺度諗緊佢以前啲戀人啊。Teddy 嗰個戀人同女朋友，忍住笑出嚟。其實我都幾即係OK 嘅分享呢啲，即係喺個專輯裏邊，因為我係一個冇寫日記嘅一個人。嗯。咁我但係識。做音樂做碟，咁我於是乎唔係用呢種方式去記錄一啲回憶啊，或者一啲感受啊咁樣。有好多人問喂，咁你老婆咁見到咁點啊？冇問題嘅，因為佢知道曬我嗰啲戀人們嘅其實。你啱啱講完啦，即係你去做碟啦 ，concept 咧，你完全係冇諗過即係 marketing 或者一啲商業，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做 creative 或者去諗 concept 咪某都幾自私下嘅咧。定係你信係哦，我驚亦都好啲嘅，即係我自己覺得自己 high 咗先一定會好噶啦。首先就最源頭一定係因為自己，係。但係你問喺嗰個專輯上，即係你話商業上又好，或者係我自己覺得係俾大家記得我嘅歌嚟自邊一張專輯呢、這個模式上咧，我覺得係都有一個作用嘅。OK， 即係譬如。嗰十首歌咪擺埋，大家會記得大雄哦，漫畫嘅，即係會提起邊隻歌就知道係邊一個系列咯。即係我又覺得呢個有一個係好嘅地方嚟。OK， 其實我幾期待阿姜仔，即係可以即係直頭用 album 嘅形式去做一個 concept 咯。開頭入行就梗係冇任何概念啦，就係中意聽 R&B， 中意聽快歌就去做。其實曾植的那個轉折點是在蒙著嘴的都是、嗯、因為那隻歌是我第一次自己去度一嚿嘢出嚟、嗯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是想去韓國我跟花姐講話，喂，花姐，我去韓國拍 MV 啦。咁但係嗰個時候疫情的關係冇得去，好不開心。咁嗰時候我就喺度諗，係咪個天要我揀第二條路呢就諗到蒙著嘴呢嚿嘢啦。咁跟住咧就其實很大壓力嘅，因為我不知道我的決定啱唔啱，即係我喺度諗緊。在一個咁樣嘅疫情嘅底下，我知道過往疫情咧，可能都會有人會出歌，但係可能係一啲慢歌或者話係啲咩，即係未好似比較少會聽到一啲輕快啲嘅一啲歌曲去形容一件咁樣嘅事情。咁我就覺得自己嘅 image 同埋呢個市場好似冇呢一啲歌嘅時候，我就覺得試下去做啦。咁嗰時候壓力就好大，就覺得如果唔得嘅話咧，覺得自己眼光就應該係。就唔得啦，嗰個眼界應該就唔夠，咁所以咧就自己去諗所有嘅，即係包括作詞作曲喺度諗緊，到底點樣去揾到個最合適嘅一啲崗位，就其實都幫 Eric 都幫咗好多啦。咁、嗯嗯、所以喺嗰個時候之後咧，發現哇 OK 喎 work 喎，咁就開始有信心啦，就
覺得咁，既然呢個市場可能比較大部分都係情歌，咁就覺得自己其實可以做一啲唔係情歌嘅嘢咯。我覺得，即係我唔係好想俾大家去定義咗，可能去我要去即係年紀好後生做偶像就一定要唱情歌，就好想因應呢一個市場呢一個世界去做一啲唔同嘅變化咯，咁樣。後面的歌嗰啲 concept 咧，後邊嗰啲歌嘅 concept 其實好緊，其實都真係入行越嚟越耐，知名度越嚟越高啊。有好嘅同時都越嚟越俾人話啦，係咪先？咁所以俾人話嘅同時間，其實都好得意啊！你睇我嘅歌嘅嗰個順序，你好睇到嗰個時期我諗緊啲乜嘢。係由 MasterCard 開始就，我冇即係。年少氣盛啊！雖然而家個唔係幾好咁樣講，但係嗰個時候更加年少氣盛啦，就想去話俾所有人聽，我哋後生嘅一輩唔想聽打，唔想聽一啲你哋老師們教嘅嘢。咁、反擊完之後，我覺得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我覺得對於自己嚟講唔係一個 ending 咯。做完之後嗰、那個氣仲喺度，咁係咪其實？不是一個方法，不是一個路呢，其實即係覺得我係咪應該同所有話我嘅人共存咧？同呢一啲聲音，因為你永遠反擊唔完噶嘛，即係你無論係點樣，即係你見好多歌手佢哋好中意 diss back 翻一啲聲音，但係我就會覺得，如果我自己可以同呢啲聲音共存到嘅話，其實咪唔再受呢啲嘢困擾咯。咁所以就 that's why 出現咗鏡中鏡，佢擁有一個比較哲學嘅一個，因為嗰個時候我都自己唔知點解無啦啦睇好多呢啲即係佛系嘅一啲嘢咁樣。係啊，佢有識咗之後，佢都有成日叫我，喂，你有冇睇過啊？佢除咗睇嗰啲哲學之外咧，佢叫我睇外星人。佢話：喂，你有冇睇下外星人啊？我估你可以同阿夏韶星做 friend 嘅。是就是这样。作品的说话就是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有这个责任去吹这首歌。就我觉得我既然有这样的知名度在香港，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些歌是令大家更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同时间都是一个记录，就是那个时期那个 moment 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姜仔第一次做原创， 你觉得你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最劲的贴士你会给他呢？剛才呢，我們彩排的時候呢，姜仔見我跟Audio 的朋友仔呢溝通，他即刻問我，欸，那個溝通是什麼來的？即是減一些 high 啊，不是，我說要多一些 high， 減一些 low。 即其實是聽耳仔的一個每個人不同的一個習慣來的。所以我想你去到show 的時候，其實每個地點都不同的，在這裡同你去到個場館現場咧都唔同噶，所以你去到你可能試嘅時候咧，要試下即係嗰個所謂嘅你聽自己把聲嗰個 focal 嗰個厚啊、薄啊、尖啲啊、厚身啲啊嗰個，可能要同audio 嘅朋友仔溝通。OK。另外我會提議嘅就係我咧係一個咧彩排嘅時候咧。放曬出嚟，我彩排當 show 咁樣彩，但係因為經歷咗咁耐之後咧，我已經開始收斂。其實咧彩排嘅時候咧，唔好爆曬出嚟，因為你會到正式 show 嘅時候咧，係會攰咗嘅。我知。所以 show， 尤其是 show day 前嗰一晚嘅彩排咧，我以前咧彩排，即係在座嘅都知道，我成日都排到。半夜試過有冇？有兩點幾三點我試過。兩點幾三點，飲早茶。第二日 show day 嘅咁樣，其實係即係應該要適可而止嘅，要收一收嘅。咁等個體力同埋個聲線都好啲咯。呢個少少嘅分享。明白。OK， 我會收住啲跳。收住。係因為我哋彩排通常都要唱跳咁樣，係我哋會收住嘅。就住跳啦。係啊。喂，其實咧。還有很多問題想問，但如果再問的話就問到下個星期了，是啊，不如我們不要問住了，如果不是大家都回不到家了，不如我們聽歌先。
这次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顺利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自由。锥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真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你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真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作祝福，学会照料陪伴与恩爱，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啊多谢咁多位 music panel 嘅观众，其实咧时间都差唔多啦，但我哋喺讲拜拜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多谢后边弹 bass 嘅 Jackie，thank you， 辛苦晒 ，Jackie 系啦，同埋仲有 Teddy，Teddy 系啦，咁啊亦都要喺度多谢我个好拍档十三姐黄丹如小姐，多谢 KB， 仲有 KB 啊，仲要多谢。
姜仔姜涛，多谢你上嚟啊！系，我都知道你好忙啊，系。最后一位啦，我好想多谢古巨基先生，系啦，即系除咗多谢佢上嚟咧，其实咧，即系如果冇佢嘅话，其实系冇 Music Panda 噶，系啊，多谢古生。哎呀，喂，我借少少时间分享啦，呢集特别少少啦，个尾讲少少，大家知唔知道 Music Panda 系点样出现嘅咧？咁样？就係志源咧喺呢個叫做成都嘅熊貓。志源咧係喺疫情啦，即係2020最恐疫情最恐怖嘅時候，係啊最嚴峻嘅時候。咁我哋我同太太啦，即係我諗同大家一樣，即係都唔能夠做任何嘢啦。即係嗰陣時候，成個世界都好似要停落嚟咁樣。咁就，但系我同太太覺得，即系我哋做呢個行業，我哋做音樂嘅，覺得大家所有嘢都停曬，或者嗰個心情最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可以做少少嘢喎。咁，因為我覺得無論發生咩事，音樂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對人。於是乎就我哋諗搞平台啦。咁搞平台嘅時候咧，即係音樂就係我哋老本行啦。咁於是乎就諗到要做一個好似咁樣嘅 show。開頭做嘅時候咧，係即係揾阿丹兒啦，同埋揾阿 KB 啦。咁我哋講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好 chill 嘅，好 casual 嘅咁啊。兩個樂器就唱下歌，好似即係我哋個最初 concept 咧，好似喺諗到咩識唱就係啊錄音室，因為我哋喺錄音室嘅時候咧，彩排咧演唱會彩排嘅時候咧，除咗自己本身個 show 嘅歌單咧，成日無啦啦 jam 嘢喺度玩，喺度唱係好 chill， 好開心嘅，即係音樂係會令人開心。咁啊，但係咧，我哋做咗第一集。第二集慢慢就覺得，喂可以豐富啲添喎，因為喺玩音樂上邊，即係嗰個可能性大。豐富到咧，每日咧，每次都係咁好幾頁好嘅，係啊。開頭真係諗住 casual 啲，咁慢慢做下做下咧，即係除咗即係有咁多咁好嘅樂手嚟幫手之外咧，連我哋啲架撐啊，啲 crew 啊，而家啲攝影機啊，攝影師們啊。audio 嘅朋友仔啊，導演組啊，同埋幫我哋寫稿啊，同埋幫我哋協調嘉賓啊，即係我哋搞下搞下咧，嗰陣容係都幾有 size 嘅喎，就係、是、咁即係想講咧，喺呢度要多謝所有嘅觀眾，因為冇你哋咧，我哋冇辦法做下去，因為冇人睇點做啫，係咪先？咁亦都要同時好多謝所有幫手嘅朋友，即係我一直咧，即係都未有機會上嚟 Music Panda 親口多謝大家，多謝 KB 同丹兒，同埋所有上過嚟幫手嘅樂手。咁啊，同埋歌手都要，即係上嚟嗰啲歌手都係啊。係啊，我一定要強調嘅就係要好多謝好多歌手，因為其實咧上嚟唱歌咧，大家係。因為我哋即係自己揞荷包咁樣去做噶嘛，即係我哋唔係真係有個電視台，我哋係自己即係喺即係要揞錢做呢個 production 嘅，咁所以好多歌手上嚟其實佢哋都係冇錢咁樣上嚟嘅。直接講啦，係啊，冇錢嘅係啊。咁但係佢哋都好樂意，因為其實咧即係唔係時常都可以遇到有。戴森咁好嘅客仔啊，冇錯啦，係啊，有戴森咧，咁我哋又舒服翻少少啦，咁樣。即係疫情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即係喺屋企翻唔到，即係出唔到去嘅時候啊，我哋係做緊我哋嘅崗位，我哋係做緊要，我哋係冒住險出街去眾嚟做呢一個音樂節目俾大家睇，係啊，所以咧記住瘋狂 COS join 埋佢哋嘅 member， 撳埋個鐘仔咧，我哋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好希望大家即係。讓我哋可以繼續行落去，希望大家多啲唔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即係包括收睇啦，同埋喺一啲金錢上支持我哋啊，燒緊嘅真係燒緊嘅，咁咯，咁啊多謝大家，繼續 CLSS， 我哋
Music Panda 同埋我哋超 good 嘅所有节目。Thank you， 拜拜。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